近日有八卦媒体拍到陈小云与谷嘉诚同回酒店，疑似恋情曝光。视频中谷嘉诚、陈小云和张远等人深夜聚餐，谷嘉诚喝到不省人事，一出来就被张远搀扶着，而陈小云可能是怕被拍到，只是站在旁边不时回头关心一下他。车到了以后，陈小云和谷嘉诚先后上车，然后同回酒店。在酒店前，谷嘉诚趴在桌上一副很难受的样子，我的天，这是喝了多少。陈小云办完手术后，两人就一起回房间了。此前陈小云和小自己5岁的男友于晓彤的恋情被网友们广泛关注，但最后这段感情以失败收场。当时就有很多网友让陈小云下回别找弟弟了，可谁曾想这回陈小云疑似又找了个比自己小的，不过这回只是小了3岁。范范觉得感情不能用年龄来评判，性格合适才是最重要的，如果恋情属实的话，范范也祝他们能一直幸福吧。那么大家怎么看呢？你就只能往了小的找，但是往小的找你会觉得像带儿子是吗？会照顾人的，这他从小就会照顾人，不会照顾人的老了也不会照顾人。